呢，是不是炎亚纶也情绪呢太火大了？怎么会打歌迷呢？吴尊不是才刚宣布要退出飞轮海单飞，团员少了一咖，结果团员呢其他的有一点火气太大。大陆网站报道说，飞轮海呢25号飞到了大陆参加演出，但是有网友爆料，炎亚纶呢是在饭店门口外被大批的歌迷阻挡，混乱当中甚至还有人咒骂他，甚至动手扔的打火机跟泼水。炎亚纶呢疑似被惹恼了，做事要打人，还好被保安阻止。我另外一个说法是呢，炎亚纶本来是要劝歌迷冷静，但是有歌迷转身就大喊炎亚纶打歌迷，造成了误会。而对此呢，华研唱片则是回应，当时候呢是一片的混乱，也没有看到。不过呢，炎亚纶一向是爱护歌迷的，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